他的嘴巴是怎么做到这么厉害的？吃泥螺。看差评，小的态度，人参汤味道不咋地。买了29.8到了一罐，净喝了280克，这是一位来自河北叫10%的粉丝艾特我特的。下面也有很多粉丝都在艾特师兄，但我仍然发现有些人在艾特后面没有粉丝标签啊，是不是有好多兄弟都没点关注啊？点个关注，给师兄一个宠粉的机会吧。先看配料表，里面有泥螺、饮用水、食用盐、白砂糖、黄酒、白酒、味精和新香料，保质期6个月，产地浙江宁波。笑的态度，打开给你们看一下，个头跟指甲盖差不多。这是蒜大蒜小啊？这东西到底是待可吃还是不待可吃啊？全食堂可以看到，它里面汤汁确实挺多的，标注的固腥物大于等于45%。老规矩，咱们挑出来上秤称一下。血拼，共148克，固腥物占比49%，算下来平均100块一斤，这么贵啊！还好我刚把闲置的苹果汁卖了，才买得起。跟大家强烈推荐最近网上很火的转转 APP， 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，就像点外卖一样，网上下单就是来收。我家里面的闲置手机电脑一直在上面卖掉换钱，你也快去看看吧。味道不咋地，尝一下。这东西滑溜溜的，口感软不拉几，跟那个啥一样，嚼完后还有沙子的口感，一股腥味还齁咸。这东西该怎么做才好吃啊？综合评价，到底还有多少个不怕测评的商家？我们家又被测评了，在测评圈里我们可是名声在外，被追着评追着打。其实很多做食品的人都怕专业测评人，可我们不怕。看差评，全是碎的，你看到什么花吧，都甜。买了鲜花饼39.9，倒数3盒，还送了一罐玫瑰花茶。这是一位来自湖北叫小泉不是腊肉2号的粉丝艾特我测的，说不测又炸我评论区。这条视频下面有超多的粉丝艾特师兄，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但你检查一下图像下边有没有小加号，是不是好多人都忘记点关注了，点关注不迷路啊，兄弟们。先看配料表，里面有小麦粉、食用猪油、白砂糖、重磅红玫瑰、饮用水、糯米粉、蜂蜜、麦芽糖、食用盐、酵母，剩下的就是食品添加剂，净含量300克，保质期45天，产地云南昆明。全是碎的，这一盒里面有10枚，我们把它全部打开，看看有多少是碎的。里面有5个是碎的，但没有全都碎。我看到什么花瓣？我们掰开看一下，这里面紫色的应该是花瓣，可能是加工的比较碎，不容易看出来，很难找到整块的花瓣。它的表皮很酥脆，一碰就掉渣。好甜，尝尝。它外表的酥皮吃起来有点油，但里面的鲜花夹心可以中和掉偏油的口感，夹心很软糯，吃到嘴里面的花香味还是挺浓的，甜度也适中，没有好甜，味道还不错，综合评价。